跟同仁一起来加入参加我们的副业营运中心的成立跟揭牌仪式，就是希望大家未来能够上下一条心，来作为我们副业营运中心的最大的后盾，大家共同努力来为我们台铁的企业化经营来共同努力。那么首先是不是欢迎我们张局长来为我们说几句话，掌声欢迎张局长。好，工会张理事长，徐副局长、杜副局长，我们今天的男主角哈，黄总经理，李副总，各位主管，各位副业营运中心的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好。今天又是台铁历史上的今天了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去年普悠玛1021事件之后，台铁的气氛比较低迷，但是呢，我们是怕等秋滚，等豆用哈。后来回到台南都是讲台语，回到台北呢就讲国语，但是有些话呢用台语讲是比较贴切的啊。那简单来说就是浴火重生了啊。那非常感谢这段期间，我们工会给我们的支持，还有局里面。各位主管，大家群策群力，共同打拼啊！那今天很高兴啊，我们第三个任务编组啊，而且非常重要的任务编组啊，今天要挂牌。我们在去年第一时间啊，在12月我们就成立了营运安全处，安全责无旁贷。那这几个月来，在营运安全处的同仁努力之下，还有各运工机电各单位全力配合之下，我们的安全工作呢一直在进步，一直在改进，也一直在成长。那我们连续四个连续假期1021之后，我们接受了四个压力测试的挑战，从元旦、春节、228、清明，那在这边也要借这个机会感谢全体的同仁，在四个连续假期呢，大家非常的辛苦，坚守岗位，让这个假期都能够平安、顺畅，而且不但平安顺畅，我们的营运呢还屡创新高，是不是大家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2月7号那天，我们创下台铁单日的运量历史新高，93万。我跟杜副讲，我们的目标还有张处长也在，我目标破百啊，看起来不是梦，我们要努力。除了全局的运量大增之外，其实我们有几个车站呢？也创下新高，后里因为花博的关系，我们后里在3月1号的运量超过54000多，不得了，潮州，因为台湾灯会，也创下了新高，昨天。圆顶万头钻洞，各位上 FB 或是上这个 YouTube 去看一下，我也特别打电话给圆顶站张武松张站长，特别给他慰勉，他们说从早上到中午大家呢好像没有看过那么多人，也让证明了一点就是说我们台铁呢还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大众运输工具，在重要的场合大量的输运，安全的输运，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选择台铁我昨天在 FB 上也写了大家的选择是聪明的搭火车来追马祖这是最好的选择，我想民众做出了他们的选择，而我们同仁呢也付出了我们的努力，也非常的顺畅。
啊，当然在这个营运的部分呢，啊，我们要特别感谢大家。啊，另外我们的3月1号成立的资产开发中心，啊，到现在呢，我们也很有斩获，啊，陆陆续续，啊，屏东，啊，招商非常的成功，潮州在今年也要有百货公司要营运，啊，我想这个最屏东地区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除了营运之外，我想我们同仁的服务最近呢也受到社会各界给我们的掌声跟鼓励。1月17号408次列车长积极服务搭错车的旅客，还帮他订下一班车的回程的车票。当时呢，车上有世熙公司的董事长亲眼目睹，所以把这一段拍下来传给我。他认为我们台铁的员工贴心的服务非常令人感动。3月7号，我们嘉义车班的列车长热心服务外籍的移工，这一次呢是我们的司机员看到以后很感动，在我的 FB 上贴文告诉我。4月13号，前天啊，288次列车长主动提供寿司，买寿司给我们的旅客，因为这旅客带了孩子，要买便当买不到，车上也都没便当啊，我们的便当太热卖了，所以我们在列车上看到孩子心疼，肚子饿，所以呢特别买了一盒寿司给他们，这些都是爱心的表现，也都是我们铁路之光。啊，我们讲到这里，我们还是要给他们这几位同仁掌声鼓励一下。另外一个爱心服务，就是我前一阵子表扬的普悠玛，我们的关怀员，我虽然只有到台北业务段表扬这些关怀员，但是其实不论是花莲、宜兰、台东，我们的关怀员都非常的尽职，我们要感谢主秘啊，非常的辛苦，还有运务处，我们很多同仁。还有我们的最近主计处长也到台东下乡了啊，我们给他两位鼓励一下。爱心的表现，我们还有英勇的表现，这样。3月27号，我们南港站两位同仁啊，奋勇挡下了持刀的旅客，让这个正优。政捷事件不是政优，不好意思，政捷口误，政捷事件，不会在铁路发生，当然还有我们背包正一哥啊，共同协助。4月11号，我们台北警务分驻所的女警留在我们台北站救起一位掉落月台的老翁，我在 FB 上写76岁老翁，有人抗议啊，他说70岁还不老，我们说资深的中年人啊，我们的女警，也就是说，我刚刚今天特别借这个机会跟各位报告啊，花一点时间，也就是我们的同仁，我们的爱心、耐心、贴心的服务，会让社会看到。会让社会注意到，这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重新找回我们属于台铁人的尊严，重新找回属于我们台铁人的荣光，我们大家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好，今天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最后我还是要感谢，这段时间呢，杜副局长、人事室各单位
啊，针对我们企业化组织呢做了一些变革。那今天呢是我们副业营运中心啊要挂牌。副业营运中心未来有四大工作啊，第一个就是卖便当啊。他们网络上都说我是便当局长，啊，我只会卖便当，但是我还是要说，便当很重要啊，非常重要。一年的营业额8亿多，单是铁路便当，啊，这非常了不起。连续3年，我们都破千万，啊，我们给黄总经理，我们的同仁，掌声鼓励一下。我们大家要多鼓掌啊，要多鼓励，互相鼓励啊，不简单呐 啊。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啊，还是要突破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文创商品啊，铁路的文创商品其实有一定的喜好跟评价，这一部分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啊。第三个是我们铁路旅游，我们铁路旅游从今天开始要移交给我们的副业营运中心啊。未来我们希望铁路旅游呢也能有一个啊突破性的发展啊。第四个当然是我们传统的车勤服务还是非常重要，我们也希望过一段时间也有人泼说，哎，我们的车勤服务人员有优良的表现啊，让旅客看到，我相信有可能还没有泼出来，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出现在阳光下啊。那我们再次感谢，那我也上次资产开发中心成立的时候我也特别讲，我们的目标就是5年内我们的营运要倍数成长啊。今天很公平的还是一样跟营运副业营运中心讲，5年内你们的营收要倍数成长啊。所谓倍数不是把你切掉的给别人之后的倍数啊，是原来的倍数啊。记得，我相信这个不是梦啊，而且绝对可以做得到。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食安啊，食安最近食药署在全省在普查 HACCP 要符合这个规定。我也知道，黄总经理各位同仁都非常的努力，那务必啊要符合这个规定啊。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台铁便当是全台湾最好的品牌，也应该是全世界便当里面最有名的啊。但是食安问题绝对不能有状况啊，这一点要特别的加强。好，那最后也感谢啊，今天张理事长也亲自来给福野营运中心打气，那也很多我们的主管，我们最后呢再次以热烈掌声来给副业营运中心鼓励打气，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副业局长，谢谢局长，你好。好，哎，局长，我们先留步，我们先帮我们在就这个揭牌的位置，那同时我要邀请其他多位长官一起加入，包括我们理事长、及徐副、杜副，还有我们黄总经理，还有朱主秘，来，我们一起来加入我们的揭牌仪式。那等一下的时候呢，我想要请现场来宾跟我们一起从3数到1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请长官揭牌。但我们在这个揭牌之前，我想先请我们长官先好，我们先请大家先看一下前方摄影机，来留下一个历史的画面。一个赞好了，一个赞，赞哦，因为我们的副业营运中心未来呢会用双倍的这个成长的方式呢，来为我们台铁企业化经营来贡献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力。好，那我们紧接着将请现场来宾跟我一起从3数到1的时候，我们长官就帮我们很大力的拉响我们的红绳。好，来，3、2、1，请揭牌，掌声鼓励，恭喜我们的交通部台湾铁路冠军副业营运中心正式成立。好，那我们同时呢也要请我们的同仁帮我们递上这个好彩头，请局长呢帮我们赠送给黄总经理，来象征呢接下来我们的副业营运中心的营收日日业务蒸蒸日上。好，一样我们请长官来，我帮我们举一个赞。好，好，来，好，一样看一下前方摄影机。好，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左前方好不好，因为左前方还有一些摄影机的，我们请大家看一下那边的画面。
好，请大家看一下右前方。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中间，留下最后一个画面。好，谢谢。那我们同时呢，要邀请我们参旅的我们的副业营运中心的五大经理哈，包括我们台北餐厅、台北的餐务所、台北局长，我们还是先稍请留步。好，我们请台北的餐务所蔡玉敏经理，还有台中的餐务所张富良经理，还有高雄的餐旅所蔡正成经理，还有花莲的餐旅所李日珍经理。还有车勤服务所的陈正龙经理，来一起来，我们好，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这几个很重要的服务所以及餐饮所，好，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共同努力哦。好，我们举起你的右手，好，小心不要让拳头遮到自己的脸，好，看再一次看下前方摄影机，好，我们看一下右前方，好吗？大家看一下右前方的目标，好，我们看一下左前方，好，谢谢。这次我们大家一起手牵手，好不好？我们大家手举高，然后来表示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好不好？来，好，手牵手哦。我们因为呢，我们北中南东呢要一起共同努力，来让我们的整个副业营运的工作呢营收增加，而且呢在推动我们的 HACCP 的准则上面能够更提升。好，一样再一次看一下前方摄影机。好，我们看一下右前方，看我们右前方哦。好，大家看一下左前方。我们的左是你的右啊。好，看一下左前方。好，我们再回到中间来哈。好，谢谢，我们谢谢这几位经理。那一样还是请总经理呢，我们稍微留步。我们请我们三个科的代表哈，三个科代表，包括我们的业务科，我们请李建国科长来代表，还有我们的关旅科的阙明宏视察。您还有我们的商品科的陈世雄科长一起来。好，我们来象征呢，我们的副业营运中心呢是由这三个非常刚刚局长有帮我们特别介绍了哈，这三个很重要的科业务科呢所负责这个餐务的工作，还有我们的文创商品呢，当然就是要在我们的商品科，另外还有我们关旅科呢，未来呢会重点在我们的铁路旅游，要有一个很突破性的发展哈，以及我们铁路旅游的规划蓝图，来提供我们所有全民有一个非常良好的铁路旅游经验。好，我们再一次请所有长官来，我们看一下左前方，好吧？来，我们看一下左前方。好，那我们再回到看到右前方。好，我们再回到中间来。好，谢谢，我们谢谢所有长官。那我们先请我们长官先行回座，我们大家来进行一个团体的大合照，好不好？好，我们先请长官先行回座。哎，那一样，我们各个科的这个牌子，我们就拿到后方，我们把它举高一点啊，举高一点，再举高一点。好了，等一下呢，我说三二一，大家就说加油，好不好？好，三二一，副业营运中心，好。等一下，我说三二一的时候，我说副业营运中心，大家都说加油哈，往上举哈，加油哦，好来。对，往上举，你知道吗？我知道哦，好，局长说往上举，大家就举起手就好了，好好，我们副业营运中心加油哈，来，副业营运中心加油。好，我们再次来，副业营运中心加油。好，谢谢各位。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的副业营运中心的揭牌跟成立仪式就在这边告一段落。那谢谢各位的参与。那我们祝福呢，副业营运中心未来的业绩呢蒸蒸日上，然后品牌经营呢更拓展。谢谢各位。我都有在看。